在地宫墓室的东南角点上一支蜡烛，方可开棺摸金。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摸金校尉的手段。老子叫王凯旋。鸡鸣灯灭不摸金，撤手。我们已经来到生死的边界。摸金三人合体，怎么也得十万美刀啊！云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是一重关，关门如有八重险，不出阴阳八卦行。这才是正宗的摸金范儿啊。